九一之后，我们在唐人街的餐馆一直开业，我咳嗽得很厉害，现在还一直头疼，鼻子不通。可是我没有保险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您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工作，应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。您是否认为自己的身体或情绪受到九一事件的影响？对于可能因九一事件患病的人，世界贸易中心环境健康中心提供免费保健服务，请拨免费电话1877-982-0107询问详情。九一一之后，我哋响唐人街嘅餐馆一路都开住，我咳得好犀利，而家仲头痛鼻塞，一路都未好翻。但系我又冇保险，点算？因为你喺呢度住，又喺呢度做工，应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。你系咪认为身体或情绪受到九一一事件影响？如果因九一一事件患病，世界贸易中心环境健康中心提供免费保健服务，请打电话1877-982-0107或311询问详情。